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你现在只有唯一一个办法，就是跟我走。站住！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这真的是什么预言之识？那你现在想干嘛？杀鸡取卵，杀蕨取食是吗？就算在医院那天一样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那真的可以了。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。我不管这是不是什么预言之识，也不管新海蔷薇是不是真的，都行，都可以，都没问题。但我真的，真的受够了。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球人而已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还有外婆要照顾，我还要继续画漫画。安百叶，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放过我吧，我不想再跟你跟什么石头再有任何关系了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但我真的做不到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跟你解释过无数遍了，预言之识已经和你绑定在一起了，你去哪儿，他就会跟到哪儿。如果我要带走，他就必须带走你。 要是我不跟你走，如果你不跟我走，就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过只有我死了才能拿走项链，是吗？那你动手啊！安白夜，你怎么还不动手呢？你别逼我。 你不动手，那我也就不奉陪了。我还要去准备比赛呢。你跟你的预言之识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总之别再烦我。天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呢？ 选手，你来吧。这位选手，可以开始画了。 还没开机呢。哦，对哦，对哦。你确定他是凤老师推荐过来的？他是怎么跟我说的呀？开机键，开机键，哪个是开机键呢？为什么推荐他呀？他是来搞笑的吧？说不定也就是来搞笑的，没准人家是节目组请来的喜剧担当。 搞什么？他怎么重启了？我们之前画的都被他删了。安白夜啊，你真的变了。偷窃预言之石的罪名还没有洗清，星海凌妖九，你太猖獗了吧！预言之石，预言之石不就在这儿吗？你还不捡起来？别最后又说是我偷的。星海凌妖九，你从前。 总说我不遵守规则，说我叛逆。那你呢？你现在没有资格说我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事实如何，其实你心里比我更清楚。我觉得田爵他挺有眼光的，知道你不可靠。啊，让我猜猜看。田爵把预言之石扔了。
而你就傻乎乎地站在原地动也不动，其中肯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你是拿不走玉渊之石的，不要不自量力。不是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吗？杀了天君。别乱来。啊，对啊，我是不是一直没跟你说过，我最讨厌你意念控制。果然如此。